乳腺癌的确诊，首先，要通过一些影像学的诊断，首先是 B 超、钼靶、B-ultrasonic的磁共振，最终的确定是要通过病理检查。病理检查通过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，发现包块以后，在 B 超定位下穿刺活检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包块切除，送病理。病理报显示是乳腺癌，则最终得到确诊诊断。一般如果你发现了乳腺包块，你得了你去医院检查了以后，医生给你开具了 B 超或者钼靶检查完以后，这个从 B 超单上你大概能看到你这个乳腺或者包块的一个分类情况，我们一般叫 Braid 分级。一般是分零一级、零级、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，所以一般在四级的时候，你就要高度重视，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去进一步的去诊断治疗。